我的妈！这个地方黄皮子满道跑，看着没？烧的纸，你看这一圈，老铁们，看着，这边全是坟啊，这边全是坟，这边全是坟，老铁们。谁门口站着呢？啊？谁他妈给门口站着呢？鸡公司，老铁们，鸡公司，寄托。寄托哀思，感谢送来的666，谢谢，感谢啊，感谢我听雨姐啊。避障改革，寄托哀思，咱也不知道不明白啥意思。瞅这地方烧的，感谢我福妹送来的666，谢我福妹啊，刷多少个666啊？谢谢我的好妹妹。什么叫啊？感谢我听雨姐，谢谢我福妹妹送来10个666，感谢我的老妹儿啊，谢谢我家老妹儿大力支持，感谢。出这大门，老铁们，瘆得慌不？啊？大门都瘆得慌，家人们。感谢老铁们，我是曼丽，曼丽姐想你了，曼丽姐。欢迎我曼丽姐啊，想你了，等会上车再聊啊，姐。兄弟们，你们别忘了说话啊，别忘了，别不说话，老铁们，你要不说话，我有点迷糊。啊，注意安全！你们要不说话，我有点迷糊，老铁们，你们得说话呀。感谢送来的飞吻，谢谢咱家老铁。对，你们得说话，家人们啊。我有点迷糊啊，现在老铁们，这车库挺死人的，老铁们啊，欢迎我杰哥啊，杰仔，这车库挺死人的，兄弟们，一会儿别丢了，没事儿。谁？操你妈！谁？哎，我操！我操！谁拽我腿呢？我操，这里面有绿色的呢，老铁们，这里面有绿色的呢，这阴气也太重了。老铁们，看是不是灯亮了啊？确实灯亮了啊！老铁，我没撒谎啊！你们说说话，老铁，别不说话，老铁，我害怕呀！兄弟们，没啥事儿，你骂我也行，老铁们啊，我，对你骂我，别骂我妈，骂啥都行，老铁们啊，随便骂我，只要直播间说话就行，老铁们啊，对，随便说啊，随便说话就行，老铁们啊，我他妈有点害怕这地方。
这边全是坟啊、哦！看什么呀？谁呀？操你妈！对，你们说啥都行了，你们随便说啊！看着没，这边全是坟，看着没？这边全是坟啊、哦！看着没，兄弟们？乱葬岗子啊、哦！乱葬岗，这里面是祭祖寺，老铁们啊！因为啥叫祭祖寺啊？所有横死的啊、哦，全给这里的。车肇事啊，车压死的，还有被人杀了的，老铁们全在这里面呢。啊、哦，我带你们看看骨灰盒去，兄弟们，还有棺材，瘆得慌，瘆得慌啊！我车咋亮了呢？啊？我车咋亮了呢？哥呀，这地方干啥的？我再给你们讲一遍啊、哦，这里面是祭祖寺啊、哦，就是这些没人要的人死后啊、哦，没人要的地方，没人要的骨灰全放这里了啊、哦。杀人的、横死的、死人犯的，啥人都有了，你们啊、哦。谁看着我的？没事，老铁们下来，老铁们下来，我想拉粑粑，下来下来，说哼呢？不是，我放的屁，谁说哼了？谁说哼了？我放的屁，刚才我放个屁啊、哦！哎呦我操，妈这药托咋犯了呢？听口音不像本地的，外地来的。总感觉后面有东西跟着我，兄弟们，总感觉后面有东西跟着我。谁呀？谁呀？啊！等会儿，老铁们，手表掉了，手表都给我吓掉了。老铁们，有动静，我听着了，我听着有铃的声，老铁们，我听着有铃的声，招呼铃。啊！我听着有招呼铃的声呢，老铁们。手表都给我干掉了！操你妈的！又下来了这地方？不是吧？对，老铁们陪我说说话啊！你们说啥都行啊！
你们要是腾出空来的话，你们随便说啥都行，骂我都行啊。啊，真的，老铁们，真的，骂骂我都行。大棺材。我操你妈！你我操你妈！瞅我呢！谁来谁突突这地方真的啊？谁来谁突突啊？喝点辣，点辣能行？点辣不招鬼呢吗？点辣呀！啊，点辣不招鬼呢吗？点辣呀，给他点着也行啊，给他点着啊，我看能给他。这地方都不用招啊，老铁们，我也点着，老铁们啊，站不住啊。香不用点，香不用点啊！这地方都不用招呼老铁们啊！这地方还用招呼吗？啊，把手电放这儿，手电放这儿。窗户反的光是蜡吗，老铁们？啊！出！哎呦我操你妈的！电话在这儿呢。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你妈的！什么玩意儿？刚才谁让我点蜡的呀？哎呦我操！这心给你吓的！哎呦我操！这心给你吓！谁让我点蜡的，老铁们？啊！刚才谁让我点蜡的，兄弟们？啊，老铁们，谁让我点的蜡？哎呀妈呀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手机我都不垫药了，说实话，老铁们，老铁，手机我刚才我都不垫药了啊！我也和我这些老铁们看我直播呢，啊，这里面太吓人了。兄弟们，你说我躺里呢，兄弟们，那是不是挺狠的，老铁们？啊，你说我躺里是不是挺狠的，兄弟们？玩把狠的，老铁们躺扣一，不躺扣二，来，我看有多少来。老铁们再躺，哎呀，我操你妈！哎呀，我操！啥玩意儿啊？啥玩意儿啊？录屏呗，家人们，录屏呗。手电拿着啊，手电拿着。哎呦，我操你妈！我操！
什么鸡巴玩意儿了？吓死了！吓死了，兄弟们！我操！踩闸上了！我操你妈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感谢，感谢啊！我静怡姐，欢迎我静怡姐！别躺，姐，我跟你说，我这观点，我一直我跟你说，我都想比楞一下子啊！感谢感谢送来的是什么玩意儿呢？我一直我都想什么玩意儿呢？灵虎啊！我一直我都想比，把蜡吹了吧，把蜡吹了吧，不应该给它放这儿也行啊，老铁们，别放那个位置了，我感觉对死者不太尊重呢。吹了吹了吧，去他妈的！吹了，不能玩这玩意儿了啊，兄弟们不能玩这个，蜡给他踹折得了。小孩来了，给哪个小孩啊？啊！老铁们，给哪的小孩儿？没事，小孩给哪的小孩儿啊？小孩没，嗯？咦，我操！小孩呢？小孩呢？小孩往哪去了？这地方太吓人了，是不是你刚才踩烂了？不知道啊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大哥，谢我钢炮啊，感谢我铁了啊，感谢先生送来礼物。今天小孩脑袋的，家人们，我现在我想跟你们说一下啥啊？你们看这里不是最恐怖的啊，这里面不是最恐怖的啊，我去你带恐怖的地方找。兄弟们，我今天我为了老铁我是喝出来了啊，那天我都想来了，兄弟们，这里面不是最恐怖的啊，我带你们去最恐怖的地方，老铁们啊。说实话，有点不愿意去。感谢谁送来的？送出来什么玩意儿呢？谢谢谢谢，走，感谢啊！这地方谁敢一个人来呀？啊，给多少钱呢，兄弟们？没人敢来，真的啊，家人们。没人敢来呀，兄弟们。感谢我姐，谢我姐送来口罩，谢谢我姐。老铁们，这屋里啊，你们谁也别怕，老铁们啊，怕的话打灯，老铁们啊，我先提醒你们一下子啊，你们要害怕打灯啊，把灯打开啊，就当电影看了啊。就当电影看了，兄弟们。哎呀妈呀！哎呀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操你妈的！哎呦我操你妈呀！哎呦我操你妈的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啊啊！哎呦我操！刚进去给我吓出来了，那也太吓人了，老铁们，啥玩意儿教官？
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里面有金子，哎呀妈呀，里面有金子，这里面悬壶一会儿，哪有金子呀？哪有金子？哎呀，没事儿，哎呀，又卡了，啊，又卡了吗，家人们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又卡了，啊？为啥一进去就卡呀，老铁们？为啥一进去就卡呀？我操，里面有张大白脸，老铁们！啊，这个位置有张大白脸，看着没？有一张大白脸呢，家人们。我冒汗了，冒汗了，冒汗了，没事儿。为啥一进去就卡呢，老铁们？啊？为啥一进去就卡呀？没事儿，鸡骨寺嘛，对，鸡骨寺啊。走走走走走走，走，我是战神鹤，我不怕。啊，我是战神鹤，我不怕。别吓唬我啊！各位神灵，各位神灵啊！谁呀？谁呀？我操！各位神灵，我这后背的发凉呢，老铁们，我这后背的发凉呢，家人们。我后背发凉，老铁们，耳热白我，一股热风，一股凉风的啊，后背发凉啊，兄弟们，
老铁们啊，你们看见没？家人们，你们看见没？你们截图啊，截图发到群里，你们看见没？呀，没有脸呢，啊，没有脸啊，很清晰呀，您注意看啊，兄弟们啊，截图发到群里，啊，不敢看，没事儿，啊，我现在冒汗了啊。笑是吗，姐？他是笑呢吗，兄弟们？长头发没有脸啊，长头发没有脸，他是笑呢吗？啊！你我操！你我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操！老弟们，操，该咋回事？啊？该小钢炮啊？该咋回事？老弟们，我是出来了咋的？啊？是出来了不？生气了，我说不知道啊，晚着火了，太恐怖了，老铁们刺激不，家人们？呵呵，别照了，对死者不尊重，悠着点儿，没事，我就是玩户外探险的啊，一会儿我给他们上几根烟，老铁们啊，各位神灵对不起打扰了啊，各位神灵对不起打扰你们了。不是有意要冒犯的啊！如果有打扰，请多多见谅啊！不是有意要冒犯的。说的对，对，我就是一个探险的老铁们啊！我就是一个探险的。咱们上后面看看啊，这里面有很多老铁们。哎呦我操！进来有动静儿，谁呀？谁进来？
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
捎过来信儿，老队们，我韩局长那边捎过来信儿，捎过来信儿，兄弟们，在里面捎过来信儿啊，兄弟们，真的家人们啊，我这韩局长。相片儿啊，几个！哎呦我操！你们录屏了，你们录屏，你们截图前面啊！你看那小黑影啊，好几个老铁们！谁说话呢？满屋子都是老铁们，你看那前面小黑影，老铁们，满屋子全是啊！我操！兄弟们，有人说话，你们听见没？家人们，啊，你们说话，有人说话。你谁呀？谁出来了？啊？谁来了？出来呀，现个身呢！你是谁呀？啊？别吓我，行不？是你出来了，还是谁出来了？千万别吓我，好不好？是你不？我是一个户外探险主播啊，无意要打扰你们啊，没有，没有。我不是故意要打扰你们的啊！我不是故意要打扰你们的啊！你们请多多见谅啊！我只是为了讨口饭吃，啊，为了挣点钱儿啊！千万不要挑理啊！你们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无意打扰，请多多冒犯，不是，无意冒犯，请多多打扰。哎呦我操！无意吃饭不是，哎呀，无意。哎呀，这脑袋咋的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无意打扰，多多冒犯。不对不对，啊不对，无意挑衅，不是挑衅啊，不是挑衅。感谢送来么么哒，感谢2019大哥啊，出去待一会儿吧，咱出去干啥？这里面这气氛多好啊！啊。无意冒犯，对，请多多打扰啊！不是，无意冒犯，请多多打扰我。不对，导演，我又懵逼了，请多多见谅。对，
懵了，真懵了。谁哭呢？啊？谁哭呢？谁哭呢？老铁们，你们别跟我说说话啊！刚才我上不来气儿了，所以说我没说话。老铁们啊，我看见你们说话了，我刚才我上不来气儿了，家人们。念咒我不会，我不会念咒啊！不行，我出去待会儿，我上不来气儿了，兄弟们，我真上不来气儿了。这地方我操！我真上不来气儿了，兄弟们，我真上不来气儿了。二十八，我老铁们，我真上不来气儿了。感谢家人们送来礼物，谢家人们。哎，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不知道那种感觉啊？就像里面有一种气体压着我啊，有一种气体压着我上不来气儿那种感觉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谁。上不来气儿，二十八，我真的，好朋友们，我不是说拿自己他妈当儿子使，我真的，我骗你们不是人啊！上不来气儿，腰也疼，后背也疼，压抑，特别压抑，特别压抑啊！这地方全骨灰盒，这地方是祭骨寺，老铁们啊，这些骨灰盒是没有人认领的，老铁们，为啥叫没有人认领啊？因为他们全是孤魂野鬼，感谢送来的666，谢谢我阿紫姐，因为他们全是孤魂野鬼啊。全是横死的啊，被人杀的杀人犯、死刑犯，还有没有地方放的，全放在这里了，所以说叫横死的家人们啊。还有车肇事的、死的了，就是连尸骨都没有的那样事的，全放在这里了。但是为啥没有现身啊？但是隐隐约约，老铁们，我看见了一些小黑影，我不知道咱直播间老铁们看没看见啊？啊，隐隐约约啊，隐隐约约看到了一些小黑影，老铁们啊，但没有以前那种，就是说大红飘、大黑飘啥的，今天还真没看见，老铁们啊，家人们啊，我操你妈！我操你妈！几点了？现在11:39啊！但是属实挺鸡巴吓人，老铁们，属实挺吓人这地方。各位神灵，对不起，打扰你们了啊！无意打扰你们啊！我是一个户外探险主播，我叫啥名我都不说了啊！不是故意要打扰你们的啊！我是为了谋个生啊！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啊！我迷糊了，我脑袋老疼了，兄弟们！我现在我头疼啊，家人们！我现在我头疼啊！啊，在下面呢，头疼，
头疼。哎呀，我头疼。哎呦我操！我操！迷糊了！真迷糊了，兄弟们！二百不，真迷糊了，有点迷糊了。我要蹲一会儿啊，兄弟们！不行了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，有点迷糊，兄弟们，有点迷糊。哎呦我操！有点迷糊，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出去蹲一会儿，我出去蹲一会儿。我想我出去蹲一会儿啊，有点迷糊这里面。哎呦我操！我出去蹲一会儿，我有点迷糊。老铁们，我操！我不是装逼，老铁们啊，你们知道啥喝着啥胆量，我真有点迷糊了啊！我离得远点啊！我这有点迷糊了，哎呀，操！我这有点迷糊了，兄弟们！哎呦，我操！哎呦，我操！哎呦，我操！走，我进去，我进去啊！我进去，我进去。我就探险，老铁们啊！我就是探险的啊！我就是探险主播。我操！我就是探险的，我是户外探险主播，老铁们，我是户外探险主播。咱上棺材那屋玩会儿吧，兄弟们，上棺材那屋玩会儿吧，这太吓人了，脑袋老疼了啊，兄弟们，这脑袋太疼了，我操，这脑袋太疼了。现在我一动不想动，老铁们，我现在我一动不想动啊，家人们！哎呦我操！不是我犟，我现在我老乏了啊！我现在老乏了，兄弟们，身体感觉特别累啊！啊！你坐车上坐着，我现在我走不动道了啊！抽根烟还我，先抽根烟啊！该叫我名了，叫我了啊！刚才他妈叫我了，真他妈叫我了！哎呦我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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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现在就浑身无力，我现在一点劲儿没有了，对吗？拍拍后背，我够不着啊！坐下晃吧，这地方没有坐的地方，这地方一点坐的地方没有。操他妈，烟都灭了，啊，老铁们，烟都灭了，我操他妈的，烟都灭了，老铁们啊，够用了，呵呵，没事啊，没事，兄弟们啊，我往家蹲一会儿，我现在我不是冷难受了，真的，
我现在一点劲儿没有啊，有东西啊，什么玩意儿在我身后？有东西在后背爬呢。感谢啊，感谢我樱桃妹妹送来的飞吻，谢我樱桃妹妹。感谢家人们支持啊，谢谢啊！怎么眉毛都干没了？眉毛在这儿呢，眉毛在这呢，眉毛没丢，老铁们，眉毛没丢。我把眉毛拨丢的话，那是真的，我是真喝着了啊！那我真没谁了，兄弟们，我要把眉毛要是拨丢的话，那可真没谁了啊！感谢温柔啊，咱二哥就是牛逼，必须的大超啊，兄弟啊，哎呦我操，谢谢你们支持啊，感谢啊，啥也不说了，你真的不听劝，不是我不听劝啊，不是我不听劝，铁子们，咱出来就是为了玩直播来了啊，必须给大家带来精彩的直播，是不是？直播间1600多人，1700人，咱不能那么就走了，是不是？好朋友们，咱能那么的走了就完了吗？那个，我感觉这屋咋的了？感谢大少兄弟啊！我感觉这屋咋的了？乌七糟糟的呢？嗯？我这感觉是乌七糟糟的呢。不对，你看我感觉这屋乌七糟糟的呢。后面的门，欢迎我家丫头姐。乌七糟糟的，我他妈这里面乌七糟糟的。不对劲儿啊！不对劲儿，兄弟们，不对劲儿！我操，这咋的了？啊？操，这咋的了？这是啊！哎呦我操！我操你妈的！哎呦我操，这咋的了？我操你妈的！欢迎宇哥！我操你妈呀！我操你妈！我操！欢迎人性妹妹！我操你妈！这咋的了？啊？走哪屋都不安全呢，兄弟们！我再上那屋溜达一圈啊！我真的，我有点不服他。我再上这屋溜达一圈啊，我看他咋的。我有点不服他。我咋感觉这里面特别晴朗了呢？
我感觉这里面就像啥也没发生一样的呀，朋友们，哎，这个动静给哪来的呢？挺清晰的感觉，是不？是干啥的呀？怎的了？咋的了？咋的了？我操！去你妈了个逼的吧！这咋？我操你妈！谁叫我一下呢？谁搁那叫我一下呢？谁叫呢？感谢我向前进，我妹妹啊！你妈了逼，谁叫呢？男生女生，男的，男的，谁他妈叫呢？去你妈了个逼吧！别冒这险了！我操他妈！我感觉在玩命呢，兄弟们！老铁们，我咋感觉我在玩命呢？哎呦我操！欢迎我情哥啊！这也太鸡巴吓人了！我操！别冒这险了，上车吧！我操！上车吧！我他妈感觉我在玩命了呢！老瓜，稳稳的，真的，儿白不？